不能吃药，因为你怀孕了。怀孕？这个孩子我不想要。小莫，楚楚对你的伤害很大，你在考虑。我考虑得很清楚，他不爱我也不会爱这个孩子的，我该离婚了。体检在几楼啊？你不是夏沫吗？怎么跟那个男的那么亲密啊？易机长，我寻思你的头上有点绿啊。得不到你的爱，出去找男人了呗。呀，不是那样的。我不关心你的任何。你怀孕吗？易机长，你刚刚可是说不关心小莫的任何私事。跟我回家。你平时怎么对小莫的，你心里没数吗？我警告你。喝了，我给你请了假，你好好休息。易阳，你别多想，他也是我的孩子，你别擅作主张。下个月行程安排还跟这个月一样，取消奥地利行程，只飞国内短程。毕竟咱们易机长要回家照顾夏墨姐嘛。不该说的少说，出去。下班了吗？想吃什么？给你做。辣子鸡。你最近老吐，再给你做点酸口的吧。易阳。